前小编给大家介绍过马云斥巨资研发荣威 Vision 2的例子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。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款由国内土豪斥资研发的越野房车曼斯特。一提到越野车，大家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悍马、吉普、路虎等，那么这位曼斯特又是何方神圣呢？原来它是由国内的几位越野爱好者和三江瓦特公司联合研发的，它的底盘和咱们的阅兵式上的8x8导弹车可是一家公司，这背景相当强大啊。从外形上看，黑色的哑光漆加上粗壮的防撞杠，霸气十足，有着势不可挡的气势感。两个大灯加上4个照明灯，让您的视线360度无死角。动力方面搭载2.7升激烈6缸康明斯柴油发动机，最大功率285马力，600升的油箱让您续航可达2000公里。既然是房车，车的内部设计也是非常周到，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，充分的利用了车上现有的空间。想要开着越野穿越西藏的朋友们完全不用担心了。最想强调的就是价钱方面了，这样一款动力十足、霸气十足的越野车，却有着十分厚道的价格，150万，这和悍马、路虎等比起来还算优厚。这款小众越野车，您是否喜欢呢？